刚好那个先种下黑荧幕的事情。那用苹果的人如果真的用久眼睛有点酸的话，有一个快速键可以切换成这个样子。请加 Ctrl Option Command 加8。Ctrl Option Command 三个加起来，然后再加8。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这是这是内建功能的，我这是 EI Captain 的，大家有升级了吗？有啊。嗯，还是 Shift 要按，没有苹果，没有苹果。Shift 也要。好，那我还是先回到主题，再回到这个。那个我是找他们家，那我是做救救台湾龟的包法，那主要就是从那个台湾历届这几年野生龟的一个那个盗猎状况，然后进一步。之前去年这个案子已经有做了基本的一些资讯的集中，那下一步后来就是慢慢往那个，其实可以看出为什么一直台湾盗猎这个正严重，是大概也是野保法上还需要被去探讨再加强的地方。那今天原本是想说把这一张从判决书做出来的那个金字塔图，想说做成互动式图表，那。这边就先推销一下，科比有做了一个让我们这些不是工程师的也可以轻易上手的那个互动式图表制作。那今天就在尝试做这个。那目前做到一半啦，刚刚那个金字塔图做到这样子。那这边要跟科比许愿一下，那个文字的颜色可以改吗？然后这个轴可以改一下，可以加入一些我们这些便利的功能，那麻烦。哦，我们是比较正常。然后这个是目前。就是尝试要把这做完之后，再把它加进去网页中。那之后一些其他资讯也慢慢找适当图表再加进去，这样。那另外也是分享，就是一样，就是不是工程师的我们，到底还可以又怎么去做一些这些有趣的图表呢？像是这一张，这是 Peggy 他们所释放出来的固定比。那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各个的趋势图。那这个也是之前看到的一个介绍，是这叫 Excel 图 D3js， 它是 Excel 的一个。扩充器，大家可以尝试看看，那可以做出来。当然这个限制就比较多了。那我还是回头比较推荐科比这个的自由度比较高一点，大家可以来玩玩看。这样，那这是目前今天我大概希望今天能够晚上回去再把这个图给做好，然后加到网页里面。这今天，谢谢大家。OK， 谢谢丽芝。好，下一位是小苏。